Dan dah lari. Penuh. Tak nampak ramai sangat. Lagi. Allahu akbar. Eh, pun lari habis. Accident. Ha. Orang cakap tak mau nak dengar. Depa ni tak faham pasal. Aduh, mati banyak. Tengok kawan ni sudah mati. Mati banyak.槟城苏艾巴嘎一名局临时扣留营今天凌晨4:30发生逃犯事件。事发时逃犯打破扣留营的大门和围栏集体逃走，移民局发现之后已经立即通知警方和其他单位寻求支援，一起追捕逃犯。你不能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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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执法单位出动追捕，当地居民也参与围捕，遭捕捉的外籍人士已经悉数被带回扣留营。另一方面，逃脱过程中也发生了不幸事件。部分外籍人士逃跑到高速公路，结果在距离扣留营14公里外的南北大道165公里处发生车祸，6人不幸离世，包括4名成人和2名孩童。移民局较后发文告证实，共有528名罗兴亚人逃走，截至早上10点已经捉回了362人，目前依然在追捕其余的100多人。